3月23号，中国首套电影级专业 3D 拍摄设备全球发布会暨中国首部 3D 数字电影红腰带在京举行启动仪式，这也意味着以国产设备全力打造的中国首部本土化 3D 电影正式启动。影片红腰带将采用 3D 方式来展现发生在民国时期纯真而又凄美的爱情故事，通过 3D 的视角展示江南水乡的美丽景观和人文风情。影片的另大看点在于所有拍摄的设备全部采用国产的 3D 机器，打破了国外影视器材在国内的垄断，这将意味着国产电影又向前迈了一大步。酷睿娱乐北京报道。